我现在要否决戈阳川教授的提名。陈总，你为什么要否决掉我的提名？不为什么，因为我不喜欢。陈学南，芝芝，算了。怎么能算了？教授，你不眠不休那么久，现在全都打水漂了，他连个理由都没有。芝芝，等一下，让他过来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知不知道教授为了这一次的建模付出了多少？你怎么可以三言两语就否定掉别人的努力呢？你心疼吗？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走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，我找你这么久不是听你来质问我的。陈学南，你放开他。你、陈学南，你一点都没变，还是那么专横。专横？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？我找了你这么久，你却跟别人在这玩暧昧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找我。不就是因为我的招财体质？陈俊，你是我见过最自私的人。原来我在你心里就是这种人。对，我找你就是因为你的招财体质。你觉得如果没有你的招财体质，我会多看你一眼吗？像我这样的人随便三言两语否决别人，不是很正常的事情？芝芝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的事情，所以你……教授，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。那我们回去吧。